感低调，在霍建华40岁生日大秀恩爱为他庆生。照片中的他简单的扎着马尾，一身休闲服装，笑容灿烂，语气中也是满满的幸福。网友们齐齐送上祝福，夫妻联手一起打破了婚变传闻。不过网上却有知名博主晒出林心如穿着大胆清凉的 MV 视频截图，取标题文林心如早年脱衣艳照被曝光，文中还提到从父惹是生非的林心如也被过去的脱衣照给绊住了，林心如方也承认了是他本人。照片中的林心如穿着性感，一头黑发随意的披散着，摆出大胆的姿势，十分魅惑。据工作人员解释，当时拍摄这组照片也是为了转型，希望林心如能够突破往常乖乖女的形象。照片尺度确实有些大，不过说是艳照还是有些离谱了，主要是希望林心如以后的戏路能够更宽一些。据了解，这个 MV 确实是林心如刚刚加入华谊兄弟的时候拍摄的，经常会被拿出来炒作。视频中他做了很多大动作，身着清凉的林心如在视频中时不时地拨弄着自己的衣服，还有淋浴的画面。当时也有人质疑是林心如或者是公司在炒作，而公司却早已回应没有版权，不会散播，且不知道视频已流入市面。据了解，这些照片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拿出来炒作一番，总有人借此抹黑林心如，而这些只是当年拍摄写真和 MV 时的花式照片而已，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，论尺度也远远算不上事业照。对此想必林心如也是十分无奈，毕竟作为女明星拍摄一些类似的杂志或 MV 也无可厚非。而如今的林心如早已转型，不仅演技很不错，也开始做起了幕后，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，事业做得风生水起。这些肆意传播当年视频的人意图炒作，故意抹黑，我们应该一起抵制这样的行为。